在东二环主路北向南方向受到光明桥盘桥车流集中影响。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搬到上面去吗？哥们儿，我跳槽了。你这闲着在家闲着我点儿，等等，就点心的活儿不好干了。哎呦，我的眼睛！我送他去医院。谁啊？我就住隔壁，刚搬来的。就您这动静，这过得也不易呀。我这都抗战八年了，这钱啊，那1000万我接受不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也说明他们真着急用咱们这块地儿。送给你的。我不想跳了。不跳能干什么呢？坐班去。该多少钱给我多少钱，我这儿就什么事都没有。住在咱们那儿啊？住在下头有住在下头的好处，住在上头有住在上头烦心事儿。